也就是说，在发展中国家如果真的想发展，提高收入水平，缩小跟发达国家的差距，必须从基础设施的建设开始，才能够实现这个发展的愿望。一带一路建设呢，既反映我们作为大国的责任，也是点着我们历史上举一例人举大达二人的精神来推动。那么如果能够共商共建共享，开放绿色联觉的来推动这些项目的建设，解决他们的瓶颈限制，那么我想世界上任何国家都能够发展起来，那我们就能够有一个共享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。谢谢。